真正是一个天使宝宝，我会记得，因为出世开始，大家算忝啊，你著乖乖啊困，袂吵，嘛袂闹，我嘛阁会记得，因为拄开始，我讲话，我走路的时阵。 你著讲要保护我，讲要做我的目睭。我会记得，关天细汉的时阵，拄学会晓讲话，头一句讲的，就是爸爸。你敢袂记得？我哪有可能袂记？ 头前学会晓的，是叫爸爸；然后才会晓叫妈妈。你阁为着一件代志，甲我吃醋吃足久的。迄当阵，我真正就感谢天公伯。虽然伊予我的目睭看无，啊，毋过。 煞会予我遐尼古锥的某囝，我真正感觉我是美梦成真啊！只不过后来我才发现，这真正是美梦呀，因为我疼惜的囡仔，并不是我家己的囡仔。啊，不过这嘛无度减少我对伊的爱。 成龙，其实这毋嘛只是美梦，冠廷就像你所想的安尼，伊一世人都干那你这爸爸。就算讲恁两个人无任何血缘关系，恁的亲情永远无可能会断，伊永远拢是你的囡仔。啊，若无恁哪会去好好接伊的时阵？ 伊会对你离开的，真可惜，我无都继续陪伊做伙大汉啊。咱一家伙啊，嘛无可能转去甲较早同款啊。一切拢收完啊，拢袂赴啊，哪会袂赴？成龙，只要你愿意回头。 我相信，一定阁有路通行。干嘛呢？当然嘛是安尼。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只要你愿意去自首，不管一定要从轻量刑，到时阵你从乖出来，你的人生就能重新开始啊。无可能，我无可能去自首的。我若安尼做？ 我就是犯伊凌晨的杀人犯，这个罪名永远打伫我的身躯顶。我就会去予人讲，伊生一个杀人犯的后生，我一定会去予同学笑。伊的爸爸是杀人犯，我袂当有这款代志发生。我拢已经计划好啊。你拢计划好啊？ 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刚刚你无想要活？我嘛想要继续活嘞。啊，不过大家偏偏就是唔肯放我煞，我阁有啥物路通行哈？哪会无路通行？所以，你超工甲我甲冠廷出来遮，刚刚你要行绝路？ 啊！你母仔是我一世人上爱的人，所以我原本打算，伫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我会甲你做伙，阁留一个上美丽的记忆。
过，不过拄则咱一家伙到顶的时阵，实在是足温暖的，我唔敢放。所以我决定了，咱一家伙啊，到天顶，阁继续享受天伦之乐。听好无？拜托你，你讲遐尼啊细汉，你若是真正想袂开，我能陪你做伙去死。拜托你，拜托你，你莫伤害伊敢无？你讲的是真实的？你愿意陪我去死？真实的，我讲的是真实的。我一开始嫁乎你的时阵，已经甲你讲过啊。我嫁乎你，我就是你的家啊，不管你行到倒，我就对你对到倒。你敢真正有法度甲林国胜放啊？你不是规头壳拢想要甲伊继续做伙？我甲国胜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是你一直误会。是。我承认，一开始我真正无法度甲伊放下，不过自从我看到你为我付出遐尔多，牺牲遐尔多，我就决定，以后我的人生，就干那剩你，还有冠廷。我知我欠你实在是伤过多啊，所以所有的代志都给我来行。咱做伙给冠廷辛辛苦苦吃养大汉，你讲遐尔细汉，你敢忍心看伊无多大汉？我确实是不忍心。我拜托你，让冠廷留下来，留在这个世间，好好生活下去。你敢知影？你在冠廷心目中，你一直是伊第一名的爸爸。就算讲你之前目睭看无。伊也是有法度感受你的温暖。伊睏袂去的时阵，你得陪伊睏，讲故事给伊听，唱歌给伊听。伊一直跟我讲，你是伊上爱上爱上爱的爸爸。你敢知影？可是，讲你真正无想要面对这一切，想要结束啊！我不陪你做伙，我要教你一个人孤单寂寞啊！你家爹，你不后悔？我不后悔。你能当去啊？我一世人能认识你，能甲恁做阿公阿婆，我已经真幸福啊！想袂到，我即马阁能甲你做伙死。我已经无遗憾了。
阿嬷、爸妈、哥，是的，你会拥有一份我阿是人这幸运。冠廷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没有办法陪你一起长大。冠廷，爸爸妈妈，爹爹一定陪你。爸，家里晚年我也不好。